干嘛啊？哄水哄哦！啊啊！哎，这死路啊！靠北了啦！啊啊！我的海报做得不错吧？我也要加油了，一定要让学弟妹好好体会女鬼桥的恐怖。祝愿成功！怎么学长，我才怕你雷我嘞！靠！我觉得有点故意的刻意在念词的感觉。靠！应该还要说靠，这样子才对。学长，我才怕到时候你不雷我嘞！靠背哦，干，这样子才对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看留言，好可怕。哎呀！啊啊啊、学姐出事了，快跑！快跑！谁说不恐怖的？啊，太奇怪了吧！硬要走这。作死！不要作死，白痴哦！不要作死！哎，可以躲哦。干嘛啊？哄水哄哦！哎啊啊！哎，这死路啊！靠北了啦！啊啊！没事没事，大家没事，我们只要被吓够一次就不怕了。他其实本人也没那么可怕，好不好？这种恐怖游戏都是那种，就是那种开头杀，就怎么说，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你就还不知道他们长什么，干你你，不行啊，这死路啊、哎！还是我不能跑，我不要跑。哦，善用掩体遮挡。OK， 我们不要跑，我们不要跑步好了。有了有了。有人啦、啊！靠背哦，预感会变七颗妹。What the fucking net？ 白痴，操！管工可以给他家务的哦，我带了之后就看不到那些好兄弟。那你刚刚是在怕什么？这学妹很贱，她刚这样，她好看啊！学妹都这样子，很萌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？凭什么给我这样子？好可怕！这样子。十三、十四，十四节，真的假的？快走！原来只是……那我要怎么办？找不到了。救不到了，这连人嘞！我骂你妹妹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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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骂你妹妹后。啊！死路啊！干你娘！死路啦！超靠呗！有了吗？啊啊啊！哎呦！靠北哦！哎呀，这什么？不要吵，快走！靠背一直追他，自己反而被吓到。搞什么？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在闹我？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好。是你从房间里来的，在哪里？试一试不就是那个的房间吗？干嘛吓干嘛？这是沙小，声音从房间里来的。这里啊，在哪里？干！麦考干！失败嘞，看我小。啊！
里吗？这里啊。那我怎么进去？我又要死了，我又要死了！这门口，我的门口，你的啊！不，这个，哎呀，又要死了，在哪里？学姐，新桥学姐已经结束直播了，你不要那么认真啦，可以回去洗洗睡咯。哎，学姐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啊？你不要一直靠过来又不讲话嘛，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都已经说结束了哈。妈的，入戏太深是不是？神经病啊！杀手，靠靠靠靠！我是又迷路了，靠北。每次都要走错路一次，感觉是那小孩子。Hello， 哎呦，现在干嘛、啊，各位？哎呦，哎呦！干嘛？孟伯鲁，哎呦，干嘛？机器故障而已，不要慌。干嘛？哪里？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打印，影印机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在找你。你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有用的资讯。没有，我们就赶快去调监视器看看。哎，哎，这泡米哦，普渡哦。那是大天跟林恩，他们要去宿舍吗？奇怪，我们是不是剩林恩视角还没看过啊？有鬼！刚刚那是……难道他要对大天跟林恩下手？不行，我得赶快找到阿全，跟他一起去救人。文耀，什么意思？看吧，不论你挣扎几次，最后都还是会死，都是没有用的，没有办法逃过诅咒。他是真的死了吗？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文耀吗？啊！干嘛？怎么会？吓死我！被音效吓到。这是 real 文耀吗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有人。哈哈，还好我有闭眼。Sorry 喽。不要怪我。但是啊！我死路，死路！啊！我靠！我靠！被自己被吓到，干我又迷路了。Go！ 哎，哎，他自己那个。哎、欸，这就是文耀说的七星剑。Oh no！ 啊，不要！文耀！哎呀！然后我们还靠近。有了有了有了 ，OK。门怎么锁了？小姐，门怎么锁？你怎么没反应啊？小姐，
林恩，啊，起雾了。起来吧！啊！啊 ！OK。RIP 啊？为什么是 RIP 啊？啊！啊！他被看到了！看我还在那边逛街，白痴啊！那边逛街，笑死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制造声响！搞什么东西啊？用走了，用走了！跑跑跑跑跑跑！啊！哎，郑林恩，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刚刚我突然跑到奇怪的地方，一回头你也不见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！可是我刚刚真的……走啦走啦，回研究室了。今天就先到这吧，要来去看一下新鲜的器官了。